今天刨一小块地，这块地上面长了很多都老棵，这些都老棵根长得比较长，不怎么好挖。我们从这里挖都老棵挖过去，挖的都老棵就堆在路边。这块地不是很大，如果只是刨一刨应该只需要十几分钟，但是上面有很多都老棵，不怎么好挖。你别看它不是很大，但是它的根长得比较深，你一下还挖不起来。最不好挖的就是这种都老棵，你四周挖空了都不一定把它挖得起来，它的根一股脑儿的就往下面粘，粘不动了它的根就往四周扩散，你四周不挖下去，你扯它完全就扯不动。你们看它的根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，要是再大点的都老棵，我估计要挖半个小时。这种都老棵就比较好挖，它的根往四周扩散，并且长得不是很深，轻轻一挖就能挖起来。还剩下最后一个，挖完我们就开始刨地。我们从这里把地刨一刨，刨过去屁大块地方挖出来这么多的都老棵，今年炕腊肉的柴火有呢。还有最后一点点地方扫一扫，把这些树根给它扫出来。再把挡在路上的都老棵扫过去一点，别阻碍了交通。最后整块地挖完了，我们给它种点树。哎，这就很棒了。